压力。好球！不到，这是个机会，肖玉怡打门，好球！93分钟漂亮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进球，漂亮！上林浦苏伟打得非常这招太棒了！比赛结束了，逆转取胜，是的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场胜利，但是在拼劲之下，在坚持之下，在努力之下，中国女足的姑娘们实现了。